这是地质史上最年轻的陆地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在奔腾入海前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。这是华夏文明的古老家园，中国的东南之地，历朝历代都被誉为锦绣江南鱼米乡。在悠远的传统里，东南是一个上佳的方位，水清木华，风调雨顺。由此，农耕社会的最高理想常熟作为地名在这里出现，就显得顺理成章。不少来自历史深处的生活习俗依然停留和流动在我们身边。东南亦是常熟的福地，先民们在山之东南筑城，湖之东南耕种，稻香鱼肥，世肆繁嚣。2500年前，又是一位常熟先贤从孔门学成返乡，开启了江南文明的大门，史称道起东南。古往今来，江南一直是中国的首善之地，而它临江靠海的地理优势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凸显。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，有着孩童一样的率真与生动。今天，在常熟东南崛起的新城，又将区位与产业高度融合，演化出创新型的人才与技术优势，让世界感受到了这里强劲的脉动。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的主人，受益于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与兼容并蓄的合作精神，正一步步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未来。在这里的一些地方，世界500强企业云集，他们所创造的价值难以估量。作为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和中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，人们正致力于项目的配套延伸，让自古以来的能工巧匠集聚地转变成为核心技术输出地。研发与孵化是走向中国创造的不二选择，依托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，无数人才精英在体会成功与挫折的同时，更记住了奉献与责任。
在湖边的另外一些地方，教师们关注培养着新一代建设者。服务团队全力以赴，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。高端商务区、体育公园及世界顶级医疗机构一一呈现，成为这个沸腾年代里城市与国家巨变的缩影。国际家庭、国际视野、国际惯例，这片东南热土，取法众上，荟萃交融。传统的痴迷，新奇的尝试，突破后的欢庆，焦灼中的无悔，每天都在这里上演。无数人把故事带到这里，变成了这里的故事。在更多的时候，一些来自环境的变化令人欣喜。借助科技的进步与观念的提升，湖水清澈，绿树成荫。东南人相信，无论山水还是城市，始终都有生命。除了自然的造化，更得益于人的智慧与坚守。东南福地，是时光流转，是人生进取，是生活幸福。我们在这里等你，因为我们相信最好的一切尚未降临。Thank you.